林小茹，你是想吓死我吗？算了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不是说你最讨厌抢别人东西吗？那你想抢他工作干什么？我真的不明白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养成这种奇怪习惯啊？对于你不了解的事情，你不要自以为是。阿姨可能是你太优秀，她觉得没有安全感。阿姨可能是小时候她给妹妹带来的伤害。等一下，她有妹妹，因为她。 那些音符直接不到一公分的距离，我的手却跨不过去，这种痛苦你懂吗？所以你刚一直追我们，是为了给我们要。这次在高中是这个时候结束的，对啊，那是我们在结束生日啊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生日快乐！这是这么多年想送出去却没有送出去的生日礼物。 妈妈，嗯，下礼拜我生日，嗯，可以送我超人模型吗？那有什么问题呀？哈，那我请同学一起到家里吃蛋糕。好啊，那我们打个勾。好。<笑>你们这么多金的东西，没有蛋糕，没有礼物，同学都走了，你这个骗人的妈妈！杰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要听，杰兄。 那次因为工作意外，结果就耽误了，你跟我冷战了半个月。后来我被舞团录取，所以我就一次又一次错过你的生日、你的运动会，还有你的毕业典礼。我一直以为还会有下一次，可是。 当我们有机会打电话，可以讲到话的时候，可是讲不到一分钟就把电话挂了，因为我们两个谁都不愿意先放下身段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多想回到你8岁生日的那一天，把礼物交给你。 现在有这个机会，我一定要好好把握。生日快乐！
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。跟我说对不起，你有没有做错什么？其实妈妈不好，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立刻做个及格的母亲，可是我会努力的。过去的事我们就把它放下，好吗？这次如果我们有机会和好，要谢谢一个巧妙，我们家的新成员林小茹。林小茹，谢谢。蛋糕凉了，不好吃，我去拿盘子。以后无法再给你幸福，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。感动戏份就算纷纷模糊，不要哭，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。Do do do your night. Wow.不太开心哎，你进来他连正眼都没瞧你，吵架了？有一点啦，我今天说了一些话让他有点……哎，欠了你。这个生日蛋糕是你妈忙了一整天亲手为你做的，赶快吃吧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、啊，谢谢。但是呢，我要谢谢小茹，要不是她的帮忙啊，我今天端出来可能是蛋饼而不是蛋糕了。我把蛋糕分一分。等一下，杰秀还没有许愿，对不对？要许愿呢，最好许一个什么世界和平，要不然就是夫妻大和解、大团圆之类的啊。好，那第一个愿望，哎，大声点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开朗大方的林小茹小姐不要再因为我早上说的话生气了，我跟她道歉。取得真好啊，可是不够，再来一个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我要检视我自己，然后修正我的脾气，然后我要当一个支持老婆的好男人。说的太对了，感觉还是要加吧，快点。第三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只能放心里，大家赶快吃完蛋糕回去睡觉。OK， 我生日要吃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今天Tony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。Tony 哦，不要讲，慢慢笑。我先去忙。狠角色啊！联合国安理会下令格达费停止战争，林小茹竟然不肯杀手啊，比格达费还要狠，看来我得使出杀手锏了。不，我现在跟他只是在冷战而已，万一使出杀手锏，他开轰炸机出来怎么办？哎呀，傻瓜，你妈，我最起码也结婚结了好多次啊。关于这种吵架和解的戏嘛，我可是博士班级的啊！看我的，只要配合演出就行了。
直接的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嘛。你们两个是老一点小事，别闹别扭嘛。离婚算了啦，人生嘛，来来去去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说的也是，哎，今天我过生日，哎，没有想吻，没有拥抱也就算了，哦，给我摆一副臭脸，我天底下哪一个老公受得了吗？受不了的。这个怎么样啊？嗯，这五号好，我胸不大，我的菜，看就知道是电的。小茹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已经同意你跟杰修离婚了，赡养费不会少的。哎，来帮忙看一下吧，我认识好多的上流名媛啊，第二春在这里。来来来，五号是桥梁，是不是？这现在，拜托，我站在桥上那么久，我找不到台阶可以下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把桥炸了。我们不是过河拆桥哦，我跟杰修的关系好不容易在这时候修复了，难道你要他再修复你们的？他太可怜了，我舍不得。OK， 我没意见，慢慢挑。哦，好。哎，这个好，眼睛大，笑容甜。对，要是娶了她，我每天早上都会起不来。真是多子多孙多福气啊。No, 你看他那个颧骨太高了，喜欢掌权的人不会听老公的话。哦，原来你会看相。这不懂看相的人都看得懂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像是有点高，还是你的刚好。这我自己不方便讲。哎，这个好。嗯，温柔体贴，好相处。哎，嗯，这个薄嘴唇的薄情怎么会好相处呢？说的也是，看起来不是很舒服，还是你的嘴唇厚薄适中，越看越舒服。这是你自己说的。哎，林小茹，你很奇怪哎，你不是说要上楼睡觉吗？还在这边做什么？对啊。啊，既然你们两个决定要离婚了，我想就不用耽误我们杰修寻找第二春的时间了。接下来其实你只要签字就可以了啊。OK， 晚安。哎，这个好，嗯，完美无缺，无懈可击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明天就要跟他相亲，可是在这之前呢，我要把他的照片先放在我的左胸口口袋，因为我希望他能够进入我的新房，然后结婚。这么着急？Samantha 精挑细选的第二任老婆啊。是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嘛？我不能喜欢山猪是不是？而且，我从很早以前就已经爱上他了。干嘛？你不信是不是？我证明给你看啊。坐下。这一张是第一天他到我家的时候，在隔壁房间哭得乱七八糟，我在门外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。还有这一张是他去淡水去什么狗屁遗忘之旅，看着他落魄的背影，我完全不知所措。所以呢，我只能希望他像个超人一样什么都达不到。结果他害我以为他要自杀，很好笑吗？这张你应该不陌生吧？我本来只希望我的那一只山猪快乐就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开始变得很贪心。我希望我的那只山猪是因为我而快乐，所以我帮他加了一个男朋友。这张你记得吧？我为了你被 K 得乱七八糟。还有，我要谢谢他。谢谢他给了我这么多美好的回忆，但是这样子还不够，我还要跟他制造更多更多别人怎么样也拿不走的快乐回忆。
再给你幸福。好的事情也许能够重复。这一张是我刚刚在回来的路上画的。我知道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说声抱歉是不够的，所以你可以像他一样，我眉毛都不会皱一下。我只希望你现在能够对我笑一下。真的吗？不会吧。那我就给你这辈子忘也忘不掉的回忆。我知道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说声抱歉是不够的，所以你可以像他一样，我眉毛都不会皱一下。我只希望你现在能够对我笑一下。真的吗？不会吧。那我就给你这辈子忘也忘不掉的回忆。蟑螂！你不要转移话题哦。真的，小强很大。好啦，哦，这么晚才出来吓我老公不睡觉是不是？看我怎么羞你！打死他！对，起来了！宋杰修，你还好不？应该的。Jack， 我之前真是有眼不识神犬，我真的没想到你真的把这个合约弄到手，这可是这桩丑闻的铁证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这条新闻闹大，最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之前唐艾薇让你在记者会上丢尽了脸，这一次我要把所有其他同业都找齐，让你血耻，而且顺便帮我们杂志社炒炒知名度。老总，其实让我丢脸的不只是唐艾薇，还有宋杰修跟林小如这对假夫妻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唐艾薇明天的行程就是到 Far Glory 去拍戏，刚好就是林小如工作的场所。我已经约好了记者朋友一起杀过去，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假老婆 VS 真情妇，太好了，这标题赞。那旁边的宋杰修你怎么处理啊？我打算安排另外派人到奥雅去堵他，直接 live 播出他被踢爆以后的虚伪嘴脸。嫩了，这个年代没有再搞什么各个期货，直接把宋杰修搞进现场，不是简单的多吗？啊，三个人的对手戏，不是更好看吗？哇，老总英明睿智，我完全没有想到。哎，没有想到也没关系，就算你这一次没有全雷打，至少也有个安打。等你明天一战成名，副指令马上生效，以后跟着我好好的学学啊。是啊，我去看报告。我懂，老总慢慢看。妹妹啊，慢慢看啊，妹妹。学费，大宝，你是不是想要翘课，所以故意跟妈妈说谎？小朋友不可以骗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哪有，爱说谎的，就是你们大人好不好？才怪，我们大人才不会说谎，我们大人是你们小朋友的学习榜样，不会骗人呐。哪
有？上次你买的名牌包明明就花很多钱，偏偏爸爸是假货，而且你的双眼皮明明就是割的，却骗小美妈妈说是天生的。你跟自报家门干嘛？你要举例也举别人的例子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那小罗阿姨还不是跟宋叔叔假结婚？哎，警长。哎，警长好。警长，嘿，这问到大宝了。阿叔好。好。好乖嘿。我刚怎么听到大宝说什么？小卢怎么了？没啦，这小朋友乱讲话，童言无忌，没事啦。哦，大宝。现在妈妈去打电话给安亲班，要是给我发现你在说谎，你的屁股就完蛋了。嗯，嘿嘿，大宝，哦，好，大宝好乖，在这里等哦，不要乱讲话，马上回来，爱你哦，嘿，我他等回。大宝，来，叔叔知道你最诚实、最棒，你告诉叔叔，你刚说是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妈的名牌包是真的，但双眼皮却是假的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。警长好。哎，你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刚刚说小罗阿姨那件事情啊，是真的吗？对啊，小罗阿姨跟宋叔叔假结婚，而且他们还有合约盖章哦。这个我妈都知道，好好玩哦。下次我也要跟我们班的小美假结婚。架构部分需要再扩，还是一个人？我跟他很快就什么都不是。其实婚姻说穿了，不过就是契约关系。小罗阿姨跟周叔叔假结婚，而且他们还有合约盖章哦。总之，只要我可以平平安安跟他度过这三个月，就得到升天了。OK， 警察好。没你的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是。宋先生，昨天初次见面有些不愉快，请原谅。我们重新来过好吗？哦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交朋友。我刚已经听你们园艺师说过了，我会为你们饭店设计出符合大溪地风情的花房，大概一个月左右可以完工。我很相信你的专业，既然你们夫妻都在我饭店工作，以后会常见面，希望可以好好交流。哦，那就不必了。我只希望你能够离我老婆远一点。你喜欢恶整员工，那是你人格偏差有问题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我警告你，不要碰我老婆。夫妻都在我饭店工作，以后会常见面，希望可以好好交流。哦，那就不必了。我只希望你能够离我老婆远一点。你喜欢恶整员工，那是你人格偏差有问题，我没有意见。但我警告你，不要碰我老婆。还记恨昨天的事情吗？对，我这个人天生就是爱计较，哪有人老婆被人欺负不计较的道理？我只是暂时没有找到跟你算这笔账的方法。这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为了弥补我的错误，我对林品爸很好，甚至于比你对他更好。啊，可是这么一来，我就很难离他远一点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刚说了。只想弥补他。那边拱门上的话固定好了吗？林品班，执行长，来，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是我分内的工作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老婆，把花放下。
这种事情交给老公来做就行了。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那里好好休息。你怎么会来？我今天来这里开会，顺便帮你赶苍蝇。哎，你今天下午4点下班吧，我要带你去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约会。感谢你昨天打伤救我。那就麻烦你喽。没问题。约会。来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彩排一下新郎新娘进场哦。那个小鹿，麻烦你一下客串一下新娘好不好？啊，好。那个谁，给他一个捧花好不好？那新郎，哎，好，执行长，我来吧。好，身为执行长，我希望可以帮大家一忙。执行长，那就麻烦你客串一下新郎了。没问题。等一下，她是我老婆，我来客串新郎，应该的。宋先生，你非本饭店员工，我们不敢劳驾你，请你休息一下。哦，不不不不不，不劳驾不劳驾，我很乐意。哦，不不不，这有损我们待客之道。不不不不，我是他老公，应该的。不不不，我是他老板，请你离开。阿乐哥，你很想帮忙啊？嗯。你也很想帮忙？嗯。那你们两个都要听我的。好啊。花式。花是你的，我演新郎，你是新娘，当然是你。我演新郎，捧花是你的。在这幸福的时刻，请各位来宾一同祝贺这对新人白头偕老。哎哎哎，你们拍什么拍啊？哈啊！要是谁敢上船的话，我告死你们！我记住你长什么样子了，我记住你长什么样子了。啊，放轻松嘛，这么紧张干嘛呢？反正这一切都是假的啊，时间一到，都会结束。说什么啊？捧花拿好，勾着。新人请微笑。好了没有啊？不要吵，我在算呢。不是嘛？哎，你今天不是只有日班而已吗？而且人家孟君都已经下班了。我做完最后清点就可以走啦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？嗯？你不要管嘛。林颖们。我们是不是应该针对明天的喜宴开个会？开会？开什么会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已经下班了。如果你觉得他工作不够努力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直接把他 fire 掉 ，OK 的。不用担心，我养你。来，这不是假的吗？想来真的、啊？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呀、啊？要到了，要到了。为什么有车不开，偏偏要用走路的呢？这一条路省30分钟。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想要带我到这个四下无人的地方，对我那个吧？哪个？就……啊啊，那个……哎，你以为你是寿星就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？天哪，林小璐，有时候我觉得你比我还要色。快到了，就在前面。哎，什么叫做我比你还要色？我警告你，我才警告你，离那个变态执行长远一点。你放心，我又不是好惹的，况且我会保护我自己，而且他已经保证了，他不会再整我。保证？他的保证能信的话，路边的狗屎都可以吃了。你看不出来他整你是不安好心的吗？还有，跟我抢当新郎，你看不出来我比较帅吗？啊？就客观来说，他的发型比较有设计感。反正不准给我搞外遇。干嘛？你吃醋啦？就算我要搞外遇，我也不会跟他啊。那你想跟谁？嗯，强尼戴普。哎，不行啊，他是外国人，你英文不好像沟通会有问题。我觉得张璇还不错啊，很多人都说我跟他长得很像。去洗把脸吧，男人。他我可以接受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回家的时候看到你，出去外面搞外遇的时候也看到你，这样子我的人生有多无趣啊。不过
你说你要养我，那他还蛮帅的。是吧？是吧？够 man 吧？但是如果你能够弯下腰背我上去的话，那就更 man 了。嗯哼。宋杰修。到了，就在这儿。你带我来学校要干嘛？你不要管嘛，走。好吗？你到底在卖什么关子啊？嘘，音乐会要开始了。音乐会，就是我们两个人也叫音乐会。合适了，他会更不高兴了。我不是要多管闲事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那个意外让你失去争取幸福的勇气，那我们一起面对这件事情，不是很好吗？我实在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，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原谅你。这我知道。我不会让你为难，我现在就走。等一下，我虽然不想见到你，但是我已经答应你老公了。答应什么？你什么事都没告诉他吗？林小如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女人，这也是唯一我能够替我太太赎罪的方式。或许你能够了解我的心情，
这根本就没有所谓的，那所谓的值不值得？蔡警官，因为他就是值得你这么做。虽然过去我一直不怎么喜欢你，但是既然现在的你可以被一个人这么深爱着，就代表你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优点，所以你愿意原谅我？我只是答应你老公愿意重新认识林小如这个人，至于要不要原谅你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庆祝我女儿得奖。就是很多事情当你有勇气面对的时候才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可怕。那是因为有你，因为你妹妹才可以原谅我。我保证我以后不会再逃避了，我要靠自己的勇气面对所有的难题。那你现在敢不敢面对第一个挑战，证明你的勇气啊？什么？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哎，我的手已经牵得这么紧了，还不够明显吗？哎，牵手就能证明勇气吗？起码，啊，是不是？嗯，啊？不要闹了啦！这也是小学，这么多小朋友在，你要在这里上演辅导级的画面，玷污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吗？我倒觉得啊，先让他们了解限制级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不好。哎，我想到证明勇气的办法了。哟呼！这算哪门证明勇气的方法啊？哎，在原住民的文化里面，荡秋千荡得越高就代表越有勇气，这不知道吗？好了好了好，你已经荡得很高了，这是给小朋友玩的，你这样子会把人家坐坏。可是我劝你还是先下来比较好，因为昨天我来的时候看到有工友在修这荡秋千。等一下，我还可以再荡得更高，再用力一点啊！
没事不要乱丢东西好不好？这好神公仔是不是小心哦，神明惩罚你都不知道。大奶夫人，没皮没脸，你再这样子呀，怪你谈爱威的事情。怎么了？你查到什么？啊，没皮，你先站在上面，来站上去，站上去，站在上面好不好帅啊？哎呦，你看这腹肌越来越明显了，三四五六。龙哥，你看没有啊？这件事情你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你记到吗？继从你跟他的爱情被公开之后，你那个旧爱庭威 fans club 有多少人退会啊？难道你都不在意吗？我为了成为香庭威，已经放弃太多了，生活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 fans。我只想做回原本的 Ricky。Ricky 呀，你认识这个唐爱威才多久，就这么喜欢他？他值得你为他这么做吗？ 他急得我为他做的事情，你还没看见？等着看吧，我知道怎么查了。这里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你赶快去通知教官来这里。体育馆有人在打架，你们快点过去。好。 就去查出过去真相的线索。如果他就是艾薇过去的伤痕，艾薇现在可能也很危险。我要快点查清楚。 发生什么事情？不管是谁先放开谁的手，或者是谁留在原地，我们都要像现在一样，不要脸拉住对方的手，通通都是屁话！我手上这张假结婚合约书，就是唐爱薇亲手交给我的。你根本就是一个可以为了钱出卖婚姻的女人，所以我会马上跟林小茹离婚，结束这段错误。 我要趁着这个机会斩断所有的错误，和你重新开始。林小茹小姐，你愿意跟我共同遵守这个承诺？休息。 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你就是我的旅途，独行为你，我一直漫步，想要跟你一起走。 失了地图，谁？
山纷纷模糊。不要哭，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。